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居枪登台的是我们的三号小主人公，可以讲呢是非常六加一播出以来啊比较少见的啊一位小朋友。为什么说呢？他年龄非常小，只有三岁半，但是他的本事非常的大。现在我们有请三号主人公梁瑞金和他的爷爷。广西柳州的贝贝幼儿园里今天热闹非常，原来正在为一位即将去非常六加一的小朋友搞欢送会。他叫梁瑞金，今年还不到四岁。别看既不会唱也不会跳，他可是幼儿园里的大明星。看这敏捷的身手，就是梁瑞金的杀手锏。这里是非常六加一在柳州的选拔现场，上下翻滚的小瑞金用实力让自己成为六加一最小的小选手。以前几个月差不多到一岁左右，我就发现他很对体育这方面很有潜力。在梁瑞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发现了他好动能力强的特点，这让爷爷喜出望外。一根竹竿，几根水管，到了爷爷手里就能变成小瑞金特制的训练器材。在小瑞金看来，这些更像玩具。看来爷爷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梁瑞金现在在小区里已是小有名气，邻居们都知道了这个会翻跟头的小弟弟，只要一见到他就会让他翻一个。渐渐的，他有了个特殊的小名，翻一个。那个小区我们看见是很好奇，很好玩的。你哪一看见他呢，我们都能买菜，都能跑过来，挺可爱的，经常在这里翻来翻去。喜欢飞轮走吗？喜欢。那以后长大之后想当什么呢？当飞机员。欢迎来到非常六加一哈。梁瑞金啊，你愿意收我做徒弟吗？不收。你将来长大想干什么呀？想当大世界冠军。你不收我做徒弟是因为什么呢？你们不翻的跟头。我不会翻跟头啊。可是我会主持节目啊。我会。你也会啊？啊，那你给大家主持一个节目我看看。昨天他被唐庄上梁听见挖特木齐人川市民兰州西安拉萨成都重庆贵阳昆明太原这个是南郑州、合肥、南京、上海、武汉、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台北、河口、广州、香港、澳门、南宁、桂林、柳州，然后进西公园。很聪明哈，孩子这么小就练功，您心疼吗？像他们这种小孩，他有这种天生的特长，应该给他吃点苦的，懂得
以后的路那这么走啊。希望他将来成为体操运动员嘛，他刚才讲说要为国争光。哦，肯定的，以后向这方面发展。听说您在给他练功的时候，老给他一些奖励，您都给他什么奖励？鼓掌奖励他，越鼓掌他越有劲了，讲来翻跟斗。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现场的朋友来给他做一个这个支撑？您来给帮忙，因为我们还是以安全为主。哦，没有，看好不好？没有事的，他从来不洗手过。我得找一个，不，从我角度来讲，得找个有臂力的。小伙子，你好像有劲儿，好，你来，来，两面筋，听爷爷的话啊，翻一个。我看你能坚持多久？掌声不热烈。好了，来，梁瑞金还有爷爷啊。听导演说，这回梁瑞金来到非常六加一，打算挑战一下自己的记录。那今天要来，如果要挑战自己记录的话，您觉得达到多少个就能够挑战成功？最少超过二十个。二十个，大伙儿替他数着，超过二十个，那就算是挑战他自己的记录成功。那我们准备，来。OK， 我刚才看到也，他倒没事儿，爷爷受不了了。刚才已经跟您讲过，就是是不是想希望他向体操这方面发展？您说有这个打算？最好要个好的教练指导我，怎么教他，怎么训练他。啊，给他脚向正规的道路。您过去是不是也曾经有过当体操运动员的梦想？有个的梦想，但是我们没那时候没有办法，从这些所以讲将这个寄望托在这个小孙子的身上。啊，以前曾经有过梦想，实现不了就让孙子来实现这个梦想。对，谢谢。问问梁瑞金，练功有多长时间了？三年了。我刚才一开始怎么说来着？三岁半，两年跟着爷爷。但是，你今年多大了？三岁半。那你翻跟头翻了几年了？翻了五年了。五年。乱，其实啊，我告诉你们啊，梁瑞金敢这么颠倒着说自己的年份啊，是因为他会的不止这两下子啊。待一会儿，梁瑞金呢会把他这两年还是五年啊，这几年啊
他所学的本事，要向大家做一个汇报。啊，现在要请你们进入步入新梦想之门。梁瑞金，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祝你好运，祝你好运。刚才我看着你玩吊环，你能不能冒昧啊，问问梁瑞金的爷爷，他拿两只手玩吊环，能不能把手松开？等，可以吗？可以可以，没什么危险。来来来来来，他完了，你来练啊。天爷呀，你看这给梁瑞金累的，你还不给点掌声？你们其实呢，这爷俩啊，这次来到北京，来到非常六加一啊，有这方面的想法和目的，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里是柳州市业余体校，这里有各种专业体育器材，小队间如鱼得水，爬上爬下，玩得不亦乐乎。爷爷却另有目的，他准备让这里的专业教练为小孙子的体格做一次评估，并且对培训小瑞健的方法得到一些专业指导。把脚并拢，并拢，并拢站。我弄个看不看？并拢站，伸直啊啊！把脚伸直。很有积极的，很有积极的啊！他确实就还是有一点这方面的天赋的，就是说要经过这种更加专，可能到大一点以后，然后要经过更加专业一点的训练，然后再看看他其他各方面这种能力。据教练介绍，像吊环呀、翻跟头呀，属于静力性运动，这么小的孩子在做这些动作时还要多加注意的。我也很想要一个专业的老师和这样的教练来辅导我，我像。把这个小村子向这方面专业这方面的体育这方面的发展。爷爷用心良苦啊，希望能得到一些专业人士的指教啊，和专业人士呢交流一下，如何让自己的小孙子呢科学的训练。
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啊，前全国体操冠军李烨，有请。你好，李烨。梁瑞金的整个表现呢，你都看到了，非常非常棒。我觉得他呢，就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啊，他的那个精神特别好。那大哥，那一系列动作有什么不规范之处，需要改进吗？像他刚才玩的那些东西呢，在平时就是在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因为我刚才看在家里面的时候，吊在那个外边那个就是全民健身的那种活动器械上，如果摔下的话，下边没有这种保护的措施，没有保护措施，对对对，这也比较严重。再一个就是他现在的年龄就要开始给他做一些柔韧性的训练。现在我们是不是让李烨，你能让你玩来了哈？然后呢，让李烨给我们来一个柔韧性的一个展示，怎么样？柔韧，对，梁瑞金，注意看啊，看这叔叔。这孩子一看上去就是有一定天赋，是块材料，是个苗子。这孩子啊，爷爷训练他的时候要给他奖励，奖励什么呢？奖励掌声。你们注意看一下李烨身上穿的衣服，这有国旗，国家队啊。我觉得这个奖励如果给了梁瑞金，那爷爷你觉得怎么样？是我特别珍藏的一件衣服，我希望呢，小瑞金能凭着自己执着的信念，然后加上不懈的努力，有一天可以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现在让我们的体操冠军李烨亲手把这件他的珍藏，他其实舍不得啊，我跟你说，亲自把这件珍藏版的衣服给小瑞金穿上，爷爷帮个忙。三岁半的孩子穿上了带有国旗的国家队的衣服，来向大家举个手，快谢谢李烨叔叔，握握手吧。不爱说话，不爱说话。最近的爷爷呢，一定要很多的问题要请教李烨。也非常感谢李烨呢，能够来到非常刘佳一来帮助这样一位三岁半的孩子，谢谢李烨，谢谢李烨，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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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播出的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刘佳一，我是李友。那究竟今天的非常明星会是谁？其实三位小朋友都非常的出色，我觉得有必要呢再来认识一下他们。首先，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一号主人公王倩。
一号、二号、三号，请拿出你们的表决器，请选择。今天的非常明星是，选择。今天的非常明星是，牛津津。恭喜牛津津成为今天的非常明星。各位正在收看的是非常六加一，既然有梦想，干嘛你不来？我是李永。